在我国浩瀚武学之中，少林派的拳法驰名天下，究竟它有何奥妙呢？为什么独步武林呢？请看中国民间故事今天为您直播的两位南拳大师方世玉与洪熙官。哼，无敌武馆，拳打广东一省，脚踢苏杭两州，哼，好狂妄的口气。你是来这里学拳的吗？我要找雷师傅。找我们馆主有什么事啊？请他取下这副狂妄自大的对联。什么？小子，你是活的不耐烦？你凭什么来这里找茬？就凭这个。上来。小子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你竟敢来这里惹是生非！哼，是你一个人上的，还是全部？退下！哼，对付你，一个就够。快叫你们馆主出来。好小子，你大概是受心而上吊，活得不耐烦了，竟敢踢我雷某人的武馆。师傅，雷老虎，你妄自尊大，馆名无敌不说，还要拳打广东，脚踢苏杭，这分明没把练武的人放在眼里。我此番前来，就是要你把他取下赔罪。不杀无名之辈，报上名来。洪熙官，哼，无名小卒。啊！把他丢出去。是。老弟，老弟，你怎么了？老弟。老弟，你怎么了？老弟，老弟，没什么。老弟，老弟，星月。你跑到哪里去了？爹，我哪里不去啊？哎呀，他怎么回事？这人怎么从来没见过？少问那么多，快请你娘出来。哦，去。娘，快出来了，有人受伤了。来了。是你？是谁受伤了？喏。哎呀，他伤得很重啊。嗯。玉儿，快把爹打的伤药拿出来。好。大爷，这个人你认识他吗？他是给谁打的？我也不认识。我是要回来的时候，在路上遇见的。娘，你要的东西拿来。老爷，
醒了。啊，醒来了。哎，思玉呢？玉儿刚刚还在这里啊。这孩子啊，一定又是出去外面惹是生非了。翠花，这回来啊，你一定要好好的给我管教，要不然呢，迟早有一天我们两个会死在他手里。管子明明约好了，怎么还不来呢？照理讲，思玉他不会失约的，难道家里出了什么事？你在跟我开玩笑？我没事。哎呀，我的大少爷！哎呦，还好本少爷脑筋动得快，三秒就把他摆平了。快走吧，佟大少等久了，他会不耐烦的。哎，等等。他妈的，方世玉那小子到现在还不来，八成是害怕不敢来赴约了。那是是是，他的那只永罗城哪比得上本少爷这只黑霸王？那可不一定。方大嫂，我们来了，可以开始比了吧？比是可以呀、啊、不过什么？不过本少爷这只黑霸王身价不同凡响，所以原先锁定的赌注本少爷要增加一倍。什么？那50斤那不要变100斤了吗？思玉，这100斤又100斤。但是话要说在前面，绝对不允许耍赖啊。本少爷家财万贯，区区100斤饼对于我无疑是九牛一毛。怎么，你怕我赔不起你啊？哼，话是说的不错，但是有些人虽然富有，可是他就是输不起呀、啊。什么？你说谁啊？什么？不能说，你敢侮辱我，老子斗你谁哟！我们今天是来斗蟋蟀，不是来斗气的。既然约定好了，就应该在桌上见真章，你看对不对？好。咬死咬斗蟋蟀就斗蟋蟀，你刚刚嘴巴里不干不净的，你说什么？怎么，你没听见啊？好，那本少爷再告诉你一句，去你妈的！听清楚没有啊？我才去你妈的嘞！我操，真打啊？废话，不真打怎么过瘾啊？童英姐。你之所以挨打，是因为你嘴巴贱。说老子的100斤饼，老子也不要了。谢谢方大哥，谢谢方大哥。哎，我警告你啊，咱们两个之间的事儿就到此为止，可不准闹到我家去啊！啊，否则的话，好，这可你说的。走。梁四，去你妈的！两个没用的东西。谁说是我说的？我不报这个仇才怪！多谢二位救命之恩，你们的大恩大德，西关今生今世，没齿难忘。老弟，你这么说就太见外了。恻隐之心是人皆有之。如果不是急救得时，纵然我还活着，恐怕也变成废人。方夫人，
你如此精衣叠打，想必也是武林中人。幼时学过一点皮毛，不值得一提的。对了，你是给谁打伤的？雷红。啊，是他。我听说过这个人，他是武当太上门冯道德的大徒弟，仗着他在江平府里头担任教徒之职，平日横行，为所欲为，没有人敢招惹他。这位少侠，难道说你跟他有什么血海深仇？那倒没有，我只是看不惯他目中无人，嚣张自大，因此我前去挑战。老弟，你有这份勇气实在是令我佩服。可惜武功不济，太惭愧了。千万不要这么说，我看你的体格壮硕，是块练武的好材料，只要经过名师指点，再假以时日，必定能够名震武林。多谢夫人。站住，回来。爹娘，你们还没休息啊？哎，这位是是小郡方世玉。世玉，还不快见过洪叔叔。不敢当，我吃长几岁，你叫我洪大哥就可以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洪大哥，不敢。你这孩子，玉儿，大半天没有看到你了，又上哪儿闹去了？没有啊。娘，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呢？好，我不管你有没有，打从明天开始好好给我待在家里，早上跟娘练筋骨，下午随吴师傅细问，一步门都不准出去。娘，这不行的。哎呦，这样我会闷死的。不要多说了，回房去。回房去呀。是。方夫人，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。有什么话但说无妨。男孩子家不比女孩子家，无论从事任何的行业，除了要有学问之外，还得要见博识广，方成大器。世玉贤弟年纪尚轻，正需要增广见闻的时候，却让他待在府中，对他来说恐有影响。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是这其中另有原因。老弟，你是有所不知啊，这孩子啊生性顽皮，仗着跟他娘学了几手功夫，便自以为是英雄，便自以为是侠士，成天往外面打抱不平，不知替我惹了多少祸，打伤了多少人，害我赔了多少冤枉银子，所以啊，只好把他再关在家里头，否则啊，将来不知道还会替我惹出多大的祸。哈，原来如此。你们大家看，这“无敌武馆”四个字，可不是凭空而来的。现在就请你们看我师父的无敌功夫。我师父的这身武功是劲或者是内力，在这世上是找不到第二位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自吹自擂了。雷师父，哎，你当初是怎么说的啊？凡是在你这儿调教的弟子，不到三个月武功就顶呱呱的，可是我这个儿子呢，在你这儿已经学了半年了啊，你看他现在被人打成这个样子，你说你到底要怎么说？平姐，是谁把你伤成这样子？方世玉了。一个方世玉。娘，这是什么？这叫二字前阳嘛。哎呦，我不学这个。为什么？娘啊，人家练了武功都是长江大嘛，哎，你偏要叫人家学什么二字前阳嘛？哎呦，这人家看了会笑话的。练武之道
首重特敌制胜，架势的丑和美，没有什么好笑的。谁说的？他们会笑我软手软脚，就像女人纺纱。女人纺纱？那我就纺给你。哎呦！你还像不像女人纺纱？不像不像，一点也不像。那你还学不学？学学，还要学。好，我好好练，先把马步扎好。二字前扬马。二字前扬马。前扬马。帮我。看清楚了没有？看清楚了。哎呦！哦！哎呦！哎呦！哎！好好的练，再来攻我。娘，我看今天练差不多了，改天再练好了。不行，再来。再来。再来！哎！娘，这是什么招啊？这叫顽石点头。我顽石点头，我啊啊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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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啊啊！我不能不能啊！你娘，哎呀，这招厉害，这什么招啊？这叫五体投地。五体投地，五体投地。再练。还练呢？练。你在干什么？好好给我练。给我练啊！练练，二字前扬马，我练我练我练。怎么了？为什么停下来不练了？娘，我看改天再练好。不行，你忘了我昨天跟你说的，好好给我练。是是，练，我练我练我练练练我练我练我练练练。不要再推了，推死了都没有用。为什么？因为方思雨他娘在，所以他不敢出来。哦，原来方思雨怕他娘啊！哎，那他将来一定怕老婆了。哈哈哈！走吧走吧，这种朋友不用再交。走走走。我练，我练，我练练练，我练，我练，我练练练，我练，我练。这孩子真是顽皮成性。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懂事。哎呦，哎，行行行，哎，娘，再见了，改天再见了。哎，你们怎么乱闯啊？你们找谁？你们这滚开！请问各位是什么人？到此地有何贵干吗？我是无敌武馆的馆主雷洪，方四义这小子打伤了我的门。快把人叫出来！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啊？就在昨天，我没时间来等候。快把他找出来，由我雷某来处置。雷馆主，我是方思玉的父亲，小儿不懂事，误伤了令徒，我在这里给你赔罪，请雷馆主你原谅。至于令高徒的这个医药费用啊，老朽啊愿意负全责。不行，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？那你想怎么样啊？狠狠地教训他一顿，让这小子知道天有多高地。雷老虎，你这样做太过分了吧？机关，方德，雷某人原以为你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。暗中找人来抢我武馆的生意。哎呀，我没有，我没有啊，雷馆主啊，你误会我了，你误会我了。我的事情与他无关。苗苗呢？夜苗只有夜黑。大爷，怎么了？大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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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大爷，大爷。我不走。难道你要跟我们一块死在这里吗？就算死也要死在一起。快走。跑
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我一定要找到方思义，还不赶快给我送！是。还好他们没有追来。史官，无论如何，我们一定要赶快找到世玉，免得他遭到雷轰的毒手。伯母，你还是先回去处理伯父的事情，世玉由我一个人来找就行了。嗯，这样也好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嗯。哎呀！哎呀！各位乡亲，我脚底下踩的这位叫做蔡水龙，前几天这位小型姑娘从乡下来这儿投亲，她趁人不备抢走了人家的包袱，本少爷我之所以修理她，就是要逼她把包袱交出来，大家说对不对啊？到底交不交？我交，我愿意交。要交早说嘛，正是不点不亮。拿来。王爷，我这是五两，抢了他的东西，当了也不过三两，那你找我二两哦。好，找你二两。对，我给你两拳呢。好吧，那给你吧。嗨，人家去买回来，说不定还不止五两呢，对不对呀？对不对？不对呀。以后不准再干这种事，只要我见到你就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打到你改为止。知道啊，方爷。那方爷，我该走了。不客气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应该是啊，我们呐最喜欢帮助别人了。哎，你不是来投亲的吗？亲戚找到了没有？哎，世玉啊，这样好了，干脆我们回去啊，我先跟我娘说一声，然后派人来接你。那怎么好意思呢？世玉，世玉，快跟我走。你要是早来一步的话，就可以看到一场好戏啊！对对对对，世玉，你晓不晓得，令尊出事了？
那我不但失去了丈夫，我也失去了一个儿子。娘，你别生气，也别难过，孩儿听你的就是了。我不难过，我也不生气，我只希望你记得你爹的血海深仇，好好的练功，将来好给他报仇。来干什么？嘿，有一批好货，带来给你瞧瞧。上一次的那一批，我还没出清呢，你不要再来烦我。哎，这一次钱是首饰股啊，我看很容易就脱手了。容易脱手？那你自己试试看。雷老虎，你这话就太不上道了。我潘青是打劫的。官府到处缉拿我，我要是能出面，还用得来找你吗？这不就结了吗？你别夸我，潘老七，我雷某人现在已经不想再赚这种风险钱了。那你以前为什么还经常来找我呢？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。雷某人现在是江津府中首席教头。已经不需要跟你一样。别来这一套，听你这么一说，不过想杀杀价而已。大家既然都是好朋友了，我也不会跟你太计较。来，你能出多少？我出400两。400两？光这玩意。随便就问问，也值个500两。怎么的？啊？好，买卖不成，那就拉倒，没关系。哼，我告诉你，东西卖给别人，万一出事了，也脱不了关系的。哼。安琪。哎，别管我。我就知道，你回心转意了。你未免太自作聪明。雷老虎，你想黑吃黑，独吞我的东西啊？可以跟我作对。你们已经在这里安顿了，我留下来也没什么用，所以我想先向您告辞了。您要走了，这都要怪我。我要是不到府上打搅，方伯父也许不会遭到毒手，而你们今天更不用躲到这穷乡僻壤的乡下来。七官，这件事你不要太自责。先夫遇害，过错并不在你，是与他自己应该负起全部的责任。伯母，世玉已经很难过，你就不要太责备他。至于方伯父的大仇，
我自会寻求名师，练成武功之后，我要杀了那个狠毒的雷红，以慰伯父在天之灵。不，报仇的事，你就不要跟世玉争了。伯母，伯父曾经救我一命，我不能袖手旁观呢。所以我才希望你留下来帮你。如果你肯留下来，我会感激不尽。伯母，您千万别这么说。能够尽点力量，甭说是留下来，纵然是赴汤蹈火，我洪熙官也在所不辞。熙官，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。待会儿药买回来，我们立刻开始进行。好。少爷呀，告诉他，是什么人杀死我爹的？啊，这什么？你到底说不说？少爷，我不能说呀。为什么不能说？夫人交代过，任何人都不准说的呀。好，你不说是不是？我就当你是杀死我爹的凶手啊！少爷，我真的是不能说呀。不能说，不能说。不能说，你打死我！我说，快说！是无敌武馆的馆主雷红。雷红，大爷，琳琅的那件事，我已经替你出了气。方四义的老子伤重不治，而他们母子俩也逃出了城。不过这个小子不死，我始终是不放心。要他死还不容易，凭我雷红的武功，杀死方四义还不像起一条吐的臭虫一样。哦，我马上派人去打听，看他们逃到什么地方。不过，这有一点小意思。琳琅是我的门徒，你的事就像我的事一样，还谈什么酬劳？雷师傅的为人呐，就跟你的武功一样，真是了不起。不过，佟大爷，你知道我的武馆开销大，有几件家传古董，想请佟大爷你介绍些买主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师傅，什么事啊？这是建联馆介绍来的姑娘，说她粗活细活都能够做。这种小事情也来麻烦我，把她带到后面去。是。去，雷锋给我叫出来。小子，你是什么人？敢来这边撒野？告诉他，本少爷叫方世玉。好一个方世玉！我正想找你，你竟自动送上门来。姓雷的，你我两家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为什么要杀我父亲？哼，那可要问你自己。问我？不错，你这个臭小子，仗着家里有几个钱，你到处欺压善良，别人怕你，我童胜可不怕你。童胜？哦，原来童英杰就是你的儿子。你知道就好。那为了这点小事，你就叫雷红杀我父亲？老王八，还我父亲的命来！衣服里面藏什么东西？踢到铁板了！混蛋！是你来的，这个仇我一定会报。方少爷危险，我得去通知他的家人。
已经差不多了。定的真不错，多亏你了。哪儿的话呢？现在就盼望世玉这个孩子能够争气。他一定会的。阿顺，去把少爷给叫进来。少爷他怎么了？他，你快说呀。他去找雷红去了。伯母。阿顺，少爷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？小的去抓药，在路上碰到少爷，少爷硬逼我说出来的呀。像这种事情，打死了都不能说。哎呀，我要是不说的话，少爷就真的会把我给打死的。这个该死的畜生，他是存心想要把我给气死。伯母，我们快去找他，不然一定会遭雷红的毒手。那你们神色匆匆，是不是要去找方少爷？没错，世玉现在在哪里？他刚才去找过雷红。那些人呢？他中了雷红一脚，掉头跑了。我正准备去通知你们呢。他往哪个方向走的？那边。方先生，快去找他。好。哎！臭小子，看你再往哪里跑！跑啊！你不在外面跑吗？你再跑啊！去啊！哎！放开！哎！你还不下去啊？下去吧，下去吧，下去吧。这次掉下山崖，必定是准死无疑啊！跟我雷某作对的人，就是这种下场。伯母，世玉一定在那边，我们过去。走。世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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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世玉。伯母，你看。世玉在这里，世玉，我们下去救他。来，去，干杯！雷师傅，不要客气，吃菜，吃菜啊！洪大爷今天好像胃口特别好。哎，祸患一伏啊，当然要大快朵颐啊！祸患？嗯，就是啊。方世玉那个小子要是不死的话，我儿子到现在连门都不敢出啊。他真有那么可怕吗？嗨，你不晓得呀，那个小子天生有一副硬骨头，如果他不躺下的话呀，嗨呀，就没有安宁之日了。如今这个小子死了，天下总算太平了。雷某也有这种感觉，这小子意志力特别强，只可惜没能投入我的门下，不然定能出类拔萃。哎，这么说我的儿子就不如他了？不，令郎英杰也是个练武的好料子。那以后你要多费心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洪大爷，
我家传的那些古宝。哎，你放心，包在我同胜的身上。你放心好了啊，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三天三夜没合过眼了，休息一下吧。是啊，伯母，事与贤弟就由我跟小青两个人来照顾就可以了。你们两个人的心我很了解，可是你们看，事与他伤得这么严重，这个时候不能再出任何差错。如果我不亲自照顾他，叫我怎么能够安心呢？伯母，如果世玉有什么起色，我们会马上告诉你们。我们也会跟伯母一样小心翼翼照顾玉哥的。伯母，您放心，您先去歇会儿吧。伯母，我还是放心不行，你们的好意我心里有。没有事的，你们两个人先回房歇着吧。伯母，去。贤弟，伯母，他醒过来了。世玉，世玉，世玉。我的好孩子，你终于醒过来了。诗玉，诗玉，不要动，千万不要动。这为什么？你的伤很严重，少说也要躺上半个月。不，我要去宰了他，我要去宰了雷老虎。不要乱动啊！诗玉，这件事情急不得了，你先好好的，安心把身子养好再说吧。是啊，贤弟。
经没事了，别把我这样紧紧的包着像僵尸一样，好不好？可是伯母说，要等药力透入你的筋骨，所以非绑着不可啊。啊！快点，帮我解开啊！我可是帮过你的，啊！所以我不帮解开，也算是在帮你啊。你。已经没事了，你帮我解开好不好啊？诗玉，不是娘不帮你解开，而是你全身上下都涂满了药水啊，必须要等到15天之后，药水才能够渗透全身的。15天。慢着，今天是关帝的圣诞，本城各武馆来这里祭祀关帝，就该推出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来主祭，怎么能让这个小毛头来代表大伙呢？雷师傅，本城每年祭祀关帝，依照实力都是由郑良才老师傅的武馆主祭。皇上所颁下的圣旨？那倒不是，郑师傅乃是少林镇中武术名家，乃是众望所归啊。郑师傅我倒有所听闻，但是郑师傅有这么年轻吗？郑师傅有病在家中休养，不能前来。这位是郑师傅的掌门大弟子江少师傅。要是郑老师傅在，雷某没有话说。既然郑老师傅不在，这事就另当别论。怎么？难道家师不在，这主祭之位就该让你雷师傅吗？那也未尝不可。哼，凭你人配不配，不能光靠嘴巴来讲，必须要有真才实学才可以。哦，凭你言下之意，好像我们少林派是空有其名哦。你如果不服气，这样的好，我们可以当场比一下。这最好不过了，可让大家来证明。今天是关帝的诞辰，在这儿比武，这样不太好。没关系，黄师傅，我们只是文笔，绝不会见红。不管比什么，雷某一定奉陪到底。好，那我们就比武88644斤的关王道。先来，君子一言九鼎，在众人面前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请吧，我们让开。大刀不破。黄师傅，凡是行家都看得出来。练气界是有一定的话，所谓单刀看左手，双刀看不准，这大刀就要看顶手。不是我自夸，他大刀的运用还不如我的巧妙。张叔叔，
雷师傅，你们说好了文明，怎么可以出刀伤人呢？雷某并不想杀他，要怪你们，要怪这柄关刀太长了。他枪支夺理，杀了他，替咱们师兄报仇。杀！你们上。呀！你们继续闹事，我要造反了。军爷，雷洪杀死江少时，怎么说我们聚众闹事呢？我们互殴致死，凶手无法追究。军爷，请你看清楚一点，我们都是赤手空拳，江少时被猎人破腹而亡，凶刀仍在他的手中，谁说没有办法追究？这柄凶刀是我刚刚从别人手里拿过来的。姓雷的，你还想狡赖？我没有杀人，用不着狡赖。你好了，不要吵了。你们聚众互殴之事，我可以不追究。再要啰嗦的话，你心里明白，上面对你练武的人，你特别注意了。好，办得好，办得好。谢将军夸奖。所以借重你们武当派，就是想消灭少林余孽，他们假借授权传译，暗中从事反清复明的工作，这对朝廷是一项极大的威胁。将军大可放心，我的武馆已照将军的吩咐广收奇人的弟子，声势浩大，足以与之抗衡。这个还不够，本将军不放心。将军的意思是，你可以放手去做，不论是用任何手段，只要消灭他们，哼，本将军愿做你的后盾。那雷某人急功近遂，死而后已，为朝廷服务。各位观众，方世玉虽然逃过一死，但他受伤沉重，还能复原报仇吗？而南拳大师洪熙官又如何练成绝世武功？请您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看中国民间故事方世玉与洪熙官下集。